网红波特王日前跟总统蔡英文合拍影片，却遭到中国的合作方要求下架，只因为影片出现了“总统”两个字。但波特王团队不低头，继续发表了新影片。谢谢这间公司，就是让我第一个人生的经验，就是在职场上的经验就在这边。然后回来这边之后 ，boss 跟主管他们都很支持我，也让我继续在进修。所以我觉得回来高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。刚才总统说有没有去台北或怎样，但是我觉得台北毕竟物价高，然后住宿那些，我觉得存到钱比较少，所以我选择回来高雄。这就是我觉得高雄有潜力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生活环境是好的，只要把产业做起来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来。嗯，这里东西既好吃，又不贵，空间的压力又比较小，那个。其实这里是好生活的。内容是总统蔡英文跟员工的对谈，后面字卡还有彩蛋，除了谢谢总统，还说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，台湾就会变得更好，再度表态不对中国低头。